哥哥，今天要煮什么？饺子。我想再拍什么同居日记。虾、墨鱼、黄花鱼，你今天写的？已经写两个小时了。真假的？我很。让你教我吗？我不想爬楼梯啊。他刚刚说叫我起床，一定要叫他，因为他带我去运动，我就装死到下午。黄色的饺子下锅喽，绿色的饺子下锅喽，黑色的饺子下锅喽。哎，这个就叫墨鱼的饺子。煮好呢？那个汤也盛太多了吧？哎，不要汤了，这样就是汤饺了。你们那边不盛汤的吗？就是把这个汤倒掉。完整。终于好天气了，好天气还不敢出门干。啊，我们要去，去哪？西湖。对，西湖。他们说来杭州必去的景点，有吗？有。现在这已经是我影片里面的第二集了，终于可以出去拍照了，不再是吃饭的画面了。不知道什么，在外面走一走之后，突然说要去唱歌。你们的 vlog 前后面一直接不起来，所以我们要去唱歌。今天会去拍照吧？对啊，不会就去 KTV 了。当天出门，我们又去西湖了。然后下一步 KTV。继昨天唱完歌之后，今天出太阳了，我们终于要出去玩了。我们要去哪？哥？我们要去韩国。就是杭州这边有一个小红书上面很有名的景点，然后就是都是下雪的那种吧。但他们说现在已经没下雪，但还是可以去。希望我们真的会去，不会突然又去纯 K。而且我从淘宝淘到一个非常百搭的围巾，很可爱又很厚。你在穿一个衣服，在旁边咋地？他可是很胖哎。这太少了。今天感觉没那么。嗯，一样的。我冷暑，你会把东西脱下来吗？对。天哪，那我要冷暑。是什么？这红色是什么鬼啦？很丑哎、欸，很丑哎、欸！好了，加上这条围巾之后，好像又能看了。耶、yeah, ！我们要去哪？再讲一次。不是吧？这边虽然是我来了，应该有第七天了，唯一一天是晴天的，给大家看，今天真的是有蓝天白云的那种好天气。终于到了，你那边脸看起来真的很想睡觉。你们有合适？很漂亮哎，这边真的是哥哥太会找景了吧？哎，超可爱的！哎，这是我现在目前来这么多天最好玩的地方。好的，大家，我先去专心拍一个照片哈。
们要吃什么？江南意。江南意，杭州菜。杭州菜，耶、yeah ！因为刚刚拍照拍得太开心，就是没办法专心录我的影片给大家看。出来才五天，但是大概胖了3-4公斤，我真的傻眼。天，这么多人！哇，天哪！超多人的，但是鸡脚之类的，看起来超好吃的。你真的很不客气。我现在先浅尝一下，帮你们尝一下。浅尝个屁呀、啊！好吃。叫屁啊他们。哦，好意思。我们已经离开日本了。Hello。下午2-3点左右。对，可是看起来很清脆，但看起来没有炒很久。心想加收一口，太熟了，小时候就这样。我喜欢哎，好像泡菜哦。现熟啊，就炒一下就那个。好吃到我们又点了一轮，好爽！这个真的，就一吃就融化的那种。刚刚这个面没有拌好，然后可乐说可不可以帮我们拌一下，他说不行，这要自己拌，但是他边骂，但是手还是不停的搅，所以他拌好了。想拌就把汤喝掉，没关系，你们先吃。这个面的味道就跟台湾的炒面一样，但是价钱很不一般。今天是非常充实的一天，明天就可以休息了。那个是断桥。我们现在到了西湖，好冷哦，比比冷暑哎。怎么这么雾啊？哎，那是雷峰塔。这旁边停的船怎么都没了？晚上怎么？你真的是来带我看一个湖哎、欸？去拍一下罗峰塔啊，不对，雷峰塔，雷峰塔拍得到吗？可以放大吗？不行，放大。OK， 清楚版的西湖夜景，谢谢你。他们说这个塔，像云南那个白水，我要拿来干嘛？绿岛。我们来这边干嘛？来这边逛街，天天逛街。不要再逛街了，我想回家。现在先陪他们逛一下街，有什么重要的在录，没什么重要的我就回家了。今天也是帅哥。我们在哪里呢？今天我们去拍一个最近很火的居酒屋。他突然给我在喝咖啡，说因为喝咖啡脸会消肿。可是现在都已经晚上6点了，你现在消肿会不会太晚啊？确实。你就穿这些啊？不然嘞？没关系，我车上有红色的外套。不要，很丑。大家 see you。哎，你今天真的很上相哎。See you， 还好吧？今天也只有7分，满分100分。现在是6:38，然后我们要去，算是吃晚餐兼拍照。你又瘦了，谁？店名什么时候？你不能称赞我一下吗，哥？等一下应该还会有他的女生朋友，所以我就简单的录一下，因为我真的是那一种很不好意思拍别人的那种，因为还不熟。他叫苗苗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店的名字也太难吃了，不知道什么人可以这么多，完全就觉得很乱了很多。今天想通了，明天就不行。我嘴里有东西，你能帮我擦擦吗？他介绍给我的新朋友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我不敢吃东西了。冰冰冰冰冰。要不要跟不要合影？拍照合影，花两个。做纪念，做纪念。我想抱着你的胳膊，你可以跟我亲密一点。
啊，是啊，刚写，然后我就和好。哦，写的那一天他在找我和好。祝你幸福。我刚刚被强吻。好了啦，好了啦，放狗啊！尿尿，我去尿尿，我去尿尿。好，我们去尿尿。哦，现在终于吃晚饭到家了，然后白色豆豆，结束我们的第二集。哥，你没事吧？